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derman。今天呢，我们又回来饥饿龙世界啦。没有没有看到这个封面以及这个影片内容？没有错啦，这就是我们这个饥饿龙改版的新龙哦，叫做黄金大道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只龙做的有点丑啦，因为干嘛把它做的像蜈蚣一样啊？我的天啊，你看它有十只手背，蜈蚣龙哦，然后名字叫做黄金大道，我的天啊！现在是作者已经想破头，想不出有什么龙可以出了。现在出了一个像昆虫又像一只龙的生物吗？其实我说真的，我真的觉得蛮丑的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既然都已经有了啊，应该说既然都已经更新了，老头呢就稍微氪金一下，又买了这只下来。好，没关系，都已经买了，没问题的。然后呢，它一样是可以摧毁这些东西哦，没有变哦。那之前老头上一集有说有一个地方是没办法过去的那张图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上一集应该也非常久了吧？那张图呢？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过去啦？哦，老头尝试过去看看啊。如果不行的话呢，那代表说还没更新，好不好？那老头呢，待会就使用这一只哦。那这只在烈焰奔腾的时候呢，可以得到乘以6的那个分数加倍哦。其实比以往的好像还要再强大一点吧？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都一样。抱歉，我错了。好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的造型哦，没有，这个是宠物啊，宠物先排一下好了，那老头在刚买而已哦。晕眩大师哦，然后破墙不用啊，破墙应该是不用啊，缓速敌人，飞脚攻击哦，吞噬鬼魂，好啦，就用这几只好了，随便，不在那个不重要不重要。我们看一下造型有什么，等级4的话，造型也有服装幽灵哦，幽灵长这样子，在什么电子。好啦，电子有比较好看一点，有点像异形。再来呢，梦露莱纳，为什么叫梦露莱纳？这我就不懂了。然后最后一个阿波菲斯，哦，金币5%，然后这个是地雷伤害减10%，食物加10%，箭矢伤害减10%。好，我们就用原本的，反正我们也没有钱买，呵呵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哦，那任务跟之前一样，应该没什么变啊。那看什么免费地图，算了吧。直接开始吧。哦，这次应该是响应万圣节的活动，各位看见了没有？这个周围这个南瓜头，哦，束腰，然后死神木乃伊，哦，后面还有这个，我觉得这周遭的敌人应该也会有点改变哦。我觉得，看一下，摇，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一颗蛋就这样子在我们面前，那连蛋都样子都不一样的，欸，哎。欸，说真的，这个龙的这个身体太长了，都看不到尾巴去了啊。我说真的，而且为什么我觉得 B 就有点小声？哇，莫名升级了啊！其实这升蛮快的啦，要升很快，其实这刚开始升级都很快啦。对，这是时间造成的问题。等我一下哦，我有点想要把 B 居然调大声一点啊，算了，到时候用后置软体把声音调大声好了。后置软体是可以调大声的哦。那这只的生命值呢，跟那个我们的天龙座差不多哦。那冲刺速度什么的，其实我已经忘记了，有点久了。老头已经有点久没有玩这款游戏了，所以说你问我要怎么跟以前的龙座比较，嗯，也不是说不能比较啦，是老头忘了怎么比较了，好吧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一张没有办法过去的地区是在，好像不是往这里，是不是？我这边怎么看都没有那个啊，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啊？这边是森林嘛，这边是城堡嘛，有个地方没办法过去的那个地方在哪？我怎么印象中其实是有的，啊，还是说他那个地方被盖掉了？好像真的被盖掉了，现在应该是没办法过去吧？应该依旧是无法过去哦。像这边我们之前也来过了嘛，然后这边两个，这两个没什么屁用，然后这边一个柱子。对啊，我记得印象中是在右边，可是为什么我没看见呢？难不成他把它收掉了？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呢也是试玩，好，我们就只是试玩这只龙而已。啊，试完这一只刚更新出来的，啊，我已经开始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。
老旧村庄探险。啊啊啊啊！吃好吃满。哦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个名字都要取这个样子啊？为什么要取这种名字？其实不是很了解。不过我觉得他那个取那个天龙座的名字，我觉得蛮屌的，蛮好听的啦。但是这一只我就不太喜欢了。啊，但是老头为了新影片呢，还是把它给买了下来。哦，不然的话，说真的，要开始练，没有那个时间给你练啊。我是说真的，世外桃源。让我过去，有，没有，哇，这个不往下轰实在太浪费啦，轰好轰满啊，那立马要升级了，有没有？哦，这只体型大到完全基本上看不到后面，除非你转弯，啊，你转个回旋啊，最起码还看得到一点点尾巴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猪给我，那个猪给我，哎、欸，就是这样，没错。被追捕我们被追捕了，我们到了墓园森林，到了墓园森林，喷，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还是一直一致的往右边移动好了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一致的往右边移动好像会比较好，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好像没什么东西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现在应该还蛮硬的，不容易死掉。哦，阴影山洞，我是不知道他新增了些什么啦。哎，总而言之，就去看看吧。吃吃吃，吃吃吃，吃吃好吃满。哦，这边东西没有我不能吃的，各位。遇到我，你们就倒大霉啦。能逃就尽量逃吧，各位，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我什么都能克啊，小心一点儿，小心点。哎，那个要用喷火的。哇，我们现在这么深，哎、欸、小，哦，有了，烧掉这个地方，所以啦，我、哦、又升级了，是不是又升级了？哎、欸，200万呢、欸，这分数赚好快啊！我们来看一下大妈妈，大妈妈，哇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水母！我靠，我下不去，没有力气啊，没有力气啊，下不去。我们现在连这个都能克了，这边应该是没有大妈妈吧？对，大妈妈好像不在这里，那个彩蛋不在。大飞龙是吧？我还要后退飞。是有多怕、啊？成我的食物不荣幸吗？你要感觉到很荣幸才对啊，对不对？能被我吃掉的不多啊，你知道我是很挑食的、啊，长得丑不吃啊！你们自以为什么？完了，这边不适合我，尾巴太长，很容易受到攻击。你看我已经被敲了不知道几下了。哦，有人说头过身就过，可是现在这状况是我头过了，身绝对过不了，尾巴太长了，身形太长了，这是缺点了。完了，开始没有食物了，食物缺乏当中。快点快点，趁现在回点体力，给我回啊！看有没有办法到300万啊！我记得我们以前在玩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就到，我是什么东西那么大瓜牛，吓死人了。我记得我们以前好像吃到400多万，对不对？我、哦、靠，吃完马上又来一发，源源不绝，吃到了一个 N， 72连段，太酷了！宝箱，水哦，吃，而且是我的错觉吗？还是说它的流畅度比以前还流畅啊？怎么有种流畅的感觉？撞死你，臭巨人！吃好吃满！哇塞，我们真的要破300万了 ，so easy， 非常的简单。有了这一只，天下无敌了。哦，不过还是有一些生物不能吃，
我觉得这是以后的事情了。我是希望他赶快更新地图啊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新地图，其实没有新地图可以玩，其实蛮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真心觉得他还是要弄个新地图比较好一点。不然的话，一直在同一张地图，你的恐龙种类就算再多，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新鲜感啊。各位，您说是不是啊，大大？您说是不是？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是吧？啊，换汤不换药是这意思吗？我现在被诅咒了。哇塞，这些完全不能磕。等一下，再让我烈焰奔腾一下，我就可以把这些红色给烧死了。我现在没有什么辣椒可以让我磕之类的。完了完了，我体力快没了，我要挂了。快让我烈焰奔腾，快点！完了完了完了啊！一打一，一打一，快点！有啦！趁现在回去，勾到了！快点！就是现在！我是走错边了。哎，对，我走错边了，抱歉，浪费了这个技能。快点快，下面有剑很多。啊，没了！我到底有没有烧到啊？烧到两三只而已，可惜了。这个红色通通都不能用。各种金币，我已经300多万了。这个烈焰奔腾就不能拿来烧红色的那个幽灵，不能烧啊！哎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嗯，这里好像没有来过的样子哎。隐藏密道？不会吧？哇哦，感觉蛮酷的这里。吃咕咕。啊，我又回来了。我想要换点了，这个地方我不喜欢待了。又辣椒。冲啊！烧死你们！离开这边，离开这边，我要往右边飞了。这里不属于我。哇，我撑超久嘞！哎，我撑超久嘞！哦，这边哥布林区域，原来到哥布林撞，我还不撞爆你！我换，现在换，一直往右边飞好了。改区一直往右边飞。完的，哎，不要咬我，死好啊你！咬屁啊！一咬屁啊！吃掉你们！完了，扣血变超快的，我快要顶不住了。没关系，烈焰奔腾救了我一命。现在奔腾啊，冲上去啊！逆向操作，逆向操作，这个我最会了。好了，我得快点吃东西。完了完了，越扣越快速了，恐怕快撑不住了，各位。我们现在还在死命的撑着啊，死命撑啊，有没有各位？我已经到500多万啦，太扯啦！500多万啦，这是到哪里啊？城堡那边吗？这边女巫森林嘛，是不是？应该是的样子。城堡四级，我们到城堡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快！我靠，这个龙很，哇、哦，痛痛痛痛痛痛痛，痛痛痛痛痛痛痛，完蛋完蛋了！我靠，这边的。龙越来越强大了，反咬一波啊！快点撑住，撑住！幽灵珠，幽灵珠，不是幽灵珠，宝石珠，宝石珠！哎，差点撞到，好险！辣椒啊，喷火啊 ！Yeah boy，Come on，Come on boy， 喷下去就对了 ，boy。哎、欸，右边还有路哎、欸，那个右边要怎么过去啊？我好奇哦。什么什么肉棒，什么肉棒之类的，我刚刚看到什么肉棒，
哎呦，干，差点撞到！我刚刚看他写什么漏棒，这是哪里啊？世外桃源已探索，这边没东西，没东西。那扇门好像真的被收掉了、欸，我找不到那扇门了，可能是我太久没玩忘了吧。真的，应该是我太久没玩忘了。烧掉机器人，吃鳄鱼。哦，这边有大鳄鱼客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红色的鳄鱼，吃好吃嘛，好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过不去啊！旁边明明就感觉有路可以走，被挡住了。这到底要怎么过啊？哎、欸，我就快饿死了啊！560万，爽哥哥！哈哈哈。我看一下我们是升了几级啊？一次这样暴升几级？花了500多，不是那个得了500多万的分数，赚了3万块金币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拿到一颗蛋，36万可以买幽灵，下一只电子45万，坑爹啊！我说。坑爹啊！然后没有下一只龙了，就这个样子。还是说会有隐藏龙呢？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个万圣节新的蛋哦、喔，好像有出新的恐龙吧？啊，不是新的恐龙，新的宠物哦、喔。那我们现在身上122颗钻石，我们买一颗来玩一下好了。给我！好烂东西！哦，龙类伤害下降，滚！好吧。算了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。反正这就是我们的黄金大道。好，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？我也不是很懂。总而言之呢，这只龙哦，非常的奇异，非常的特殊，非常的昆虫，非常的爬虫哦。我不知道讲什么，不要理我，呵呵。好吧，那么今天片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学会，下方留言，或者是去我的 NoNo Life 按上你的追随。好，我们下一次饥饿龙有更新的时候再见面了，拜拜。